这也来不及自我介绍了啊，这边刚下来发现这前面有一条海鳗，哎呀，我得抓紧把它抓到我的桶里啊。这条黑海鳗长得黑不溜秋，胖胖乎乎的，肚子圆鼓鼓的，哎，不动哎，是条死的吗？看，这条海鳗还行啊，就是不怎么爱动弹了，有点，反应过来了，坏了坏了坏了！天啊，他可能在这里睡着了，弄两下以后又活了。收上这个粘液，上货啊，开门红，咱们继续走。哎嘿，这个大石块看看，呀嘿，哦，八爪鱼，翻到货了，一只长腿大爆头，上货，看怎么样，开花了，直接支棱起来了，不错的个头啊，上来跟海鳗要好好相处。前面有一条鱼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一条枝鱼，这个尾，你看这个鱼鳍都游掉了一半呢。哦呦，游得好快！哎，没有鱼鳍障碍，怎么游那么快？靠它怎么游的？抓石缝里头了，过来了！哎呀嘿，麻烦了麻烦了，上哪儿？哦，压住了压住了。摁住他，摁住他！我必须哇，这个刺抓抓我！天啊，这玩意儿，没想到这么凶，收了！哎呦，啊，天天天，跟个木棍子似的，怎么那么厉害？这边还有一条呢，看，这边这个水塘里面还有一条，这条怎么飘着？好像睡醒了，又被我吵醒那种感觉。这条应该没有那么凶吧？哎嘿，这条可以啊，这条好抓，看。这个嘴巴太可爱了，两条哇，也不赖，身上也一直在甩动着。今天是不是你们这些海鲜怎么那么爱睡懒觉？就像一个没睡醒似的哦。哎，草率了，草率了。我天！啊、哦，快快快，把它带着带着，一直想要越狱，还会跳呢。咱们再翻石块啊！嘿嘿，哇、哦，下面翻到一只八爪鱼，大长腿。又上货了，看怎么样，个头不错的，收了啊。这边这个石块，哇、哦、看也放到一只八爪鱼，这也太过瘾了吧，这八爪鱼在上面吃螺呢。哎嘿，下来，这只个头不小啊，这个腿好长啊，看这里还有点稍微受伤了，我得把它带回家啊，下锅疗疗伤。收，嘿，哦呦，还吐水了。水里面什么东西啊，透明的，像小玻璃球一样，能拍出来吗？啊，哎呦，跑了，这是个啥？这是个什么卵？那是什么东西产的卵呢？底下好多海螺还是什么？海螺？后面在大石块底下有大货啊，我发现有个东西在里头，我得用这个小铲子把它往外弄一弄，我不知道是啥，不敢伸手。什么东西啊，能看到吗？哇、哦、大钳子，是大龙虾，出来出来。哇、哦、这只龙虾大，后面是龙虾卵啊，它在这里打窝产卵吗？龙虾卵吗？出来出来，它怎么了？它动吗？我得用手，别夹我，出来把它晃出来，出来出来。哇、哦、这只龙虾个头不小，看看看这大钳子怎么样，这得有将近2斤吧，这个个头是只母的吧，在这里产卵呢，看，哇，这两只大须的，哇，上货上货啊，回家又有大龙虾吃了，来来来，放桶里面带着。这边这个石块底下窝着一只八爪鱼，大长腿啊，来来来，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只个头不小，看这个大腿，这个大脑袋，哎呦呦呦，缩水了，这只腿稍微有点短啊，小短腿，是个长腿中的短腿，收了啊。哦，看这边这个，这里吸附着一只海参，这条好长啊，看长得这个好，天哪，怎么样，这只海参跟长了头发似的，全部支棱起来了，还打了发型，看这只海参可以哦，咱给它收了。哇，这下面有一个花盖，在这边，哎，把石块搬走。哎呦，这只怎么不怎么动，嘿，看看这个钳子稍微有点短，个头还不小呢，这只是只公的啊，收了。这边
边石块好多呀，石块下面有东西。哎，这边有一只，看到一只卧沙了。哇塞，你不知道找个地方躲一躲吗？嘿，好，八爪鱼还可以啊，收了。石块都慢慢看啊、哦，这石块下货还不少。小触角一直在动，肯定是有八爪鱼。我的妈，怎么就一只腿呀、啊？被螃蟹给钳掉了，在这吃啊！我的天啊，那这附近肯定是有八爪鱼的了。哪里有啊？我来救你。嘿，哇，这下面有一只，哈哈，抓抓抓，别跑，这只可以哦。嗯，死水。你嘿，哇，这边一只赤甲红，哎，都不动了，出来出来，钳子好大，嘿嘿嘿，哦，妈呀，哎呦呦，这只是只母的，哇，好大，看这个大钳子特别的肥，这个咱收了。水坑里面一只八爪鱼，哇，下面一个好漂亮啊，但是水里面特别的清澈。哈哈，你看这两只大眼睛，出来出来，嘿，哇，这只不错，跳舞的，收了。哇、哦，这边一只好大的赤甲红，哇、哦，看这只好凶啊！哎呀哎呀，还夹我的钳子，这只不错啊，个头好大的，收了。看，哇、哦，这只哈、啊，这只赤甲红特别的大，大钳子不错啊。哇、啊，今天螃蟹真多，收。卡在这个石缝当中了，拿出来。哎呦，活的！哎，游走了，这怎么办？拿桶啊！呀呀呀呀呀呀！这里的水好深啊，我袖子还连往上。哇塞，这里的水好深，我争取一下子把它拿住。哟，妈呀！发现我就游走了，收收收收收收收！妈呀，这怎么办？窝起来了，我用那个桶。哎呀，这里面的海鲜不会就倒出去吧？蹦手蹦脚的。哎呀，呀呀呀，等等等等，快撤的，哎，又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我抓不住，哎呦，我今天没有带网。哎呦！腿都吓软了，石斑鱼、螃蟹、八爪鱼，太棒了，回家做鱼吃，走了，那我们回家了啊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